各位大家早，那我是今天的森林室的主持人。那等一下我们这一轨会介绍是 ER， 那 ER 不是那个 Executable and Thinkable Program。那我们事不宜迟，就来邀请郭叶婷来分享深入浅出 ER。大家好，我是今天这个讲座的讲者，然后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大概会讲什么，然后开始先帮大家介绍一下连接器的相关知识，然后来简单介绍一下 ER 的格式，但是我其实不会在这边做太多的介绍，然后再介绍工具链是如何，某些工具链是如何利用 ER 的格式。然后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应用，还有一些练小故事。然后但其实我并不是有做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这边有点算是兴趣使然，所以如果有人觉得我讲的不太好，或者是想补充的，然后就欢迎可以补充，谢谢。就是我本来其实只想写给编译机后端。然后那个时候，我先讲学，我本来要学的东西动机啊，就是我本来想写个编辑后端，然后我就去抄那个 JSON 的阿巴西写，然后发现有很大段都看不太懂，然后才知道发现那个像 GC 的后面那个 CC 不是 C 港派的意思，就是它其实会经过很大很大的那个流程，很多流程，然后像是。可能会先做 preprocessor， 还有先把那些什么 include and define， 它 C 语言的话，就是可能把那些 include and define 啊转成 C code， 然后转 C code 之后，再用 compiler 转成 assembler 的 code， 然后再引进 library， 然后再 assembler， 然后就是去你的 object code，object code 之后，然后再经过线性可的工作来丰富我们的执行档。然后连接器功用讲就是那个讲多个目的档，目的档就是那个像讲你用x86的那个的处理器，然后用x86的机器，然后它的目的就是说你的那个的 target 就是像x86主语或是你中央的，然后我还想拓展的其他程式库。问题是什么？对，抱歉，对不对？然后，你这边什么困难的？然后，就是你今天可能有写好几个 byte， 然后你想这些 byte 然后合并起来，可是并不一定能知道那些 byte， 不一定知道能将那些 byte， 像你今天可能写个 A 点起档跟 B 点起档。然后打算做 A 点 O 档跟 B 点 O 档的时候，你可能 A 点 O 档并不一定知道 B 点 O 档 ，A 点 O 可能你用在 B 点 O 档 B 的 function， 但是你并不一定能知道你很难确定说你今天的这个 function 跟这个 function 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或者是有些像动态连接的话或动态载入，可能会想要在执行时期才去知道函数的细节。对，然后以前的想象方法就是使用符号，然后我前面写了一个什么那个符号定义什么写什么人看得懂的资料写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查这东西啊，所以我就写错了，然后我自己把它解读就是就让答案跟答案分开来，然后我们可以用说它是一通的符号，然后所以说可以互通，但是其实。不能说不一定说完全相通了，就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可能发现有些例外。然后我们现在期望就是说，一个固定档格式应该会可以做到方便生成执行档，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函数库，然后或者是执行档可以顺利执行。然后这是我讲这个是。讨厌事情就是这样说，ER其实97年还是在40的 byte， 可是97年其实已经很晚了，就是
就是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以前城市，哦，是开心的，就是以前城市会不会，应该也不可能什么问题嘛，毕竟新原生出来那么久了，然后为什么是97年才出来的，然后也不太可能不好执行嘛，不管这条路有多难，然后就是像125之前就像 A.2 和 COF 这样的格式。然后我今天就先讨论一下作为已有前程的 A.2 有哪些缺陷。然后它第一个缺陷就是它的格式是它区段是固定的，就是它就像这样子是就7个格式，其实它好像有少了，就是但是它格式是固定的。它当初理想应该是说就是你只需要那些这些区段，所以我们那个原本那个 struct 就是一个固定的区段，但是如果有人去看过 EOF 的像你的 LS 档那个的话，它本身的格式的话，可能发现它的区段的话，发现会可能有30几个，对。然后第二是它缺乏动态连接共享函数库，这边其实不是真的缺乏，因为 A.2 也做得到，但是比较困难。然后我也不太讲为什么会比较困难。然后我们想是动态连接函数库，函数库就是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像写 printf， 你不希望你每次写程式的时候都还要把你 printf 再重新造一次轮子，然后还有一些像词句点句的函数这样子。然后那什么动态连接？动态连接的好处就是，动态连接说我们进行执行才去知道它的细节，然后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像你可能每个执行档里面都会有 printf， 然后所以你只要动态连接的话，你可能就会做到说，你就会做到那个 printf， 就是你用 printf， 但你不用在你的执行档里面有放它的 printf 的细节。然后第二好处就是，所以说最简单的第一好处是说，可以减少我们一节的开销。然后第二好处是说，今天可能你在程式执行的时候，整个系统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好几个程式使用 printf， 但是他们可以使用同一份 code， 因为同一份那个 test 档，就是因为它不是放在系，因为它是独立于那些 process 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多个 process 去使用那个 printf 的那个 code。然后第三个是我比较有感的，因为前面两个其实就是看书会说，然后但是比较没有体会。然后就是你可能有写些函数库，然后跟我家庭公司想写些函数库，然后就那个突然出货之后发现有问题，然后如果你们刚好用静态连接的话，然后你可能整个 firmware 重新 build， 然后重新 build 之后，然后还要叫顾客去下载，然后下载之后还要叫他去升级，然后很花时间，就好几天就不见了。然后如果你从动态连接还是库的话，就可能可以直接做替换，因为它是在执行之前才需要找细节，你可能换完之后就要重新开机就好了。然后我们简单介绍，就是 EOF handler 和 PUG handler 和 session handler， 然后介绍 EOF 格式，我们就介绍这几个而已，就是因为时间有限，然后我就介绍蛮重要的几个。然后第一个是 EOF handler， 然后 EOF 的 handler 就是放在整个档案上面的，所以你要引用它的话，就是引用整个档案去上面那一块。然后他前面会讲，他第一个功用是像这个档案是否为 ELF， 所以你要做个假的 ELF 档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注意这部分。然后像这个档案是否是怎样平台上，像是它是 Little NDS BDB 跟 NDN， 然后是 X86 的处理器上面是 ARM 上面的，然后还有入口位置，像是就通常就像 start 的地方。然后，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 SHT 就是 session head table， 就是区段的那个表格，然后还有
program head table 然后的资讯，就是你要从你要得知这几个资讯的话，你可能要先经过 ELK 的，然后才能得到这个资讯。然后再来是自传说你去的位置，就是因为你要自传说你去的位置，虽然是它是个区段，可是你知道 SHC 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它的每个区段的名字，所以它会先给你一个自传说你去的位置。我就是，这个它有特点是说，像你 SHC session 可能有每个都有每个 session 的名字，像 text 和 BSS， 然后这样子都它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会把名字放在它的这个 session header 的那个 struct 里面，因为它想保持 session header 的那个 struct 的大小一致，所以它把字串都统一放到字串索引区。然后你可以下 readel-h， 然后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像这个魔术会员组就是，前面四档你可能发现每个档都会一样，就是什么 7F454746， 然后它其实就454746就是 ELF14， 然后就是比较45就是那个 ASIC 就是 E， 然后47是 L， 然后46是 F， 对，然后。它其实就像你们可能有写过一些 video codec 的东西啊，或者是它可能就会有前面讲说是什么格式，对，它做到这里，然后像类别上它是64位元的，然后像还有资料像它是二的补充，就是我刚讲一些像你的这个平台是怎样的形态，然后还有像程式标头起点，就是程式的进入点，然后。对，抱歉，就是那是 program header 的地方，然后区段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SHT 的位置，然后进入点位置就是 star 的位置，然后这是在 ELF.h 当面它 define 的那个一个窗口，你可以直接使用它，像是就是可能就直接在基础位置，啊，再放一个指标，就是用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使。在这边套入这些资料，对。然后我们再讲 program header 的 program header， 其实这我们这边没有写很好，就是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 file image 的资料，然后它这边 program header table 它会解释说像你的类型，像它是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标头档，就是一开头的东西，告诉你这是 program header， 然后还有。的 ELF 跟执行线资料，就是你执行的时候，你需要 ELF interpreter 来帮你做执行，然后还有中间连接器所需要的资料，然后还有运算操作，因为你的 file image 可能是像是 text 区的话，可能就是可读可写，但是不可读可执行，但是不能被人写入，它可能就会写入这些记录的这些东西是。它能做成怎样的操作，然后还有机体位置，但是这个你可能找想到前的资料，可能会发现以前的资料可能可以直接做，它可能确实的机体位置，但是现在会比较不太可能，因为可能一些资安的议题，然后所以我们系统会给你的机体位置是会浮动的，就是是随机的那个 ASL 啊，忘记了。然后就是有个随机的那个给你配置记忆体，然后还有对齐，就是像你的资料可能都是 trial， 那个是 trial 的话，就是那它可能给你的那个对齐就是一，然后通常的 file image 可能就是一个 page 大小，然后你可以下对的 ELF 键 L 这样的指令，然后可以得到。的 program header 细节，像是，那这个就是 program header 的 top， 是类型，就刚讲的类型，然后 interpreter 就是你的 ELF interpreter 细节，然后它可能就是这个，然后 top 就是我们会载入它，然后像它是可读可写，然后这个是可读可执行。然后对齐的，这就是一个 image 的大小。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structure，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套入这个东西，然后来取得，来抽象化 你想要的资料。然后再讲 session head 的部分，然后就是区段名字，然后可是只要需要知道，只要需要注意的是说，它区段名字也不会直接给你一个 string， 就是一个 key string 那样子，就是但是它是给你一个数字，然后你要去那个 string table 去找它的位置，然后它的区段大小，就是这个区段有多大，区段类型就是它像其中它的 location， 或者是它是不是一个 string table， 或者它是一个动态连接的那个动态连接用的那个 symbol， 然后子集特性像可写，这都还可以，就是像如果是 text 区，它不会写可写嘛，就是因为你不需要你程式自己在那边更改，然后有机体空间，就是像 BSS 这样的。这样子的区段，它可能是在去在 file 里面是没有空间的，可是机体上我们会希望配置给它。然后有机体的程式码就是像 text 区的东西，或者是像 PLP 类似的，然后对齐一样是看要看你的资料形态。然后这个是你可以用对的 EL 减 S， 然后来做。来看他的那个 session 的那个内容，像是前面可能就是空的，第一个session 的前面第一个是空的，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来帮忙做一些处理用的，然后这个是动态连接用的，DYNSYN 就是动态连接用的那个symbol 表，然后还有动态连接用的 string 的表。然后你也可以直接配置，就用这个 struct 来抽象化一些数字的东西。对。然后我这边讲的就是先用讲 L trace 这个东西。L trace 它是可以用来追踪程式所用的 library code， 然后这边 library code 是 C library code， 像不一定 C library code， 就是像 printf 啊，然后对这些东西，然后。啊，为什么我们需要 L trace 来观察 library code 呢？我们你可以用看的方式来阅读程式嘛，但是这样子可能更有效率，就知道你今天到底 code 了怎样 library code， 然后也可以确实的观察到底使用怎么样 library code。第二个比较难理解，然后所以我写了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printf hello world 程式。然后我们把它变异之后，就 L change 去观察它，然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变成一个 push， 它是用 push 词做的，而不是用原本的 printf。这是对，这点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拿 L change 来看，就是我们编译出来的程式可能跟你想象中使用的方式的 library code 是不一样的。为了这个原因，是因为。printf 本身是个解释器，像它有个那个百分比的符号，然后加 s， 然后可能就是指它是一个 key string， 然后先百分比符号加 d， 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十进位的数字。然后虽然它需要做这些解释，然后无形中就会花掉一些时间还有效率，所以编译型要能不使用就不使用。所以我们如果今天问题是。要 print 出来一个 char 的话，它可能你要 printf 要付出一个 char， 好像你 printf 然后一个字串是叫 a 的话，就这个 a 一个字的话，然后它可能就会帮你转成 put char 这样子。然后那 l trace 是怎么实作的？就是在呼叫我们一个想法是在呼叫 library call 的时候执行。前的必经之路下断点，就是像你们使用 GDD 一样，就是下那个断点，同个原理下断点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追踪它用了怎样的 function， 然后还有带入了什么样的数字。啊，对不起，我可能就讲太快，但是或者讲不清不楚的，就会直接打断我。然后就是按照重点方式，就是使用 ptrace， 然后我不讲解这东西怎么用的，就是可以回去查查。然后 GDB 也是用这个词做的，对。然后我们不讨论怎么用 ptrace， 然后我想讲的是说，我们需要哪里安插断点，对。然后在安插断点之前，我们就需要先讨论一下 library call 是怎样利用动态连接器实做的。然后动态连接器我们要实做需要达成几个条件，像是它是要承认执行时期我们才会做连接的动作，然后或者是还有一点是还有一点需要知道是连接器连接这动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动态连接器帮忙。这边先讲它的名词叫 GOT， 它叫做 Global Offset Table， 然后它储存着地址无关程式码表格，就是跟你的 process 的形成的程式码是无关的的记忆体位置的表格。所以我们这边讲单纯的实践方式，就是程式执行前，然后先叫 library call， 先去叫 dynamic 帮你找 library call， 然后填入 GOT， 那每次要使用它的时候就去 GOT 查用了怎样的 library call。但这听起来是一个还可以的做法，但是问题是有可能有些问题，就是像程式开始你可能会花过多的时间在找那些 library code 的地址。还有一点是说你今天你的程式可能像一个对视刀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功用，然后可是你可能一次只要用一个，所以你不需要每个 library code 你都要找到它。所以有人就想到一个方法叫做那个惰性连接，就是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连接的工作。然后我们引进了，所以又引进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PLT。然后 PLT 有点难解释，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用图案的方式来跟就来介绍它，就是像今天 code 里面可能叫了一个 function， 然后它可能就会到一个 PLT 的表格里面，然后 PLT 表格会跳向一个 GOT 所隐含的地址，但是 GOT 所隐含的地址它其实是你的下一行。虽然大家很奇怪，但大家就知道了。然后下一行之后，我们会去找动态连接，帮你寻找你 library code 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边这个东西会改变了，不然不会那么无聊。就这边要写一个跳过去跳回来的那个程式。所以当我们上一个就是找完断点解方，找到那些函数的细节之后，我们会改这个 GOT 的资料，然后让它指向你的 library code 的位置。所以说第二次执行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 jump 进来这个 GOT， 它就直接进入我们的 function call， 而不用再去找那个 dynamic linker 帮你去实做。对，这是。然后结论是断点方在进入 PLT 第一个地道指令，然后你可能就觉得很无聊，就是讲那么多干嘛？对，那就进入了第一个指令嘛。对，可是。我这边觉得有点重要的是说，就是其实从刚刚的了解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只有地道指令是可以用，是可以插入断点，其他地方是其实不能插入的，因为你可能就不会用到它了。对，然后还有第二点是说，像如果今天是什么静态编译的话 ，ltrace 它就是在 PLT 下断点，所以它就 ltrace 就不会帮你。可能今天用静态编译刚刚那配合函数的话，它可能就确实不到东西。然后 strip 是像我们可能会下 GDB 加几个简局的，为了用 GDB， 我们可能下个简局的 flag，
那是为 debug 用的嘛？对，然后 debug 用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卖出程序产品是不需要那些资讯的，就是像你的函数可能调哪个assembly code， 还有一些连接之器所用的那个的东西，我们可以不需要它。然后，所以你们公司可能就会使用去的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去除掉那些执行之器，其实不需要区段，或是卖出去的时候不用区段。然后可能有些顾客呢 module 的朋友就可能就会用这个 module instance， 然后，它就这东西就是像写出你的 license， 你可能写个 GPL 啊，然后还有像这个 module 的那个 owner， 然后你就写你的名字，或者是对，就是他说你的作者是什么的，你用什么样的 license， 然后或者是你的 version 日期。就是做什么就 version call， 然后可能会好奇他怎么使用，就是你可以用个 module info， 然后去看你到底塞入的，你到底塞入是怎样的作者或者是怎样的 license，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它就是用一个 do extension， 然后这个 extension 就是你 attribute 加 set 完之后，然后你可以把一个名字放进去里面，然后。放进名字里面，然后那些资料就会放进去那个 session 里面。然后这个是 Linux 的这个 code， 他今天就是跟我讲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塞入一个叫 NODIF 里面，然后那就 input NODIF 就是先去查这个区段，然后看有没有。我们要资料，然后怕这个字串，这串就是像你可能写 license 等于 GPL， 然后它就是怕这个字串，怕什么之后你就怕这知道你用 GPL 的 license。好，还要再介绍一个东西叫 GOT， 是 GOT 还是 GOT？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会把。我们的那个 library code 资料放到 GOT 里面，那会不会有人去恶意的去改 GOT 里面的资料？然后这样可能就做一些攻击。然后这边有一种叫 RELRO， 然后其实是 relocation， 然后 RO 就是 read only， 就如果你去查那个，如果去看那个 session 的话，可能发现有个叫 raw data， 它就是。do only data， 就是可以大概记得是 RO 是说它是 do only 的意思。RELRO 就是做完 relocation 之后，让资料变成不可写。对 ，dynamic link 做完 relocation 之后，有两种，其实一种叫 partial RELRO， 就是我们，就我刚刚讲的样子，就是我们今天做完动态连接之后，把资料塞到 GOT 之后，我们把它变成 view only 的形态。然后，可是这其实还是有问题，因为你可能程式还没找到 pref 之前，你可能就被你的 GOT 可能被塞入其他恶意的程式。所以在还是有一定风险。然后，所以这种比较。完全的 RELRO， 它就能做到说，它就不使用我们刚刚讲的 lazy binding， 它就是在程式执行前，就是不使用刚刚的 lazy binding， 就是先一直把资料全部塞入啊，全部塞入那个 GOT， 在 GOT 之后，在 GOT 之后把它变成 view only， 当然这会有一定的效能上损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程式刚开始起来之后，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比较不好，可能会让使用者比较不好使用者体验。然后介绍一点应用以外，就是可能玩久就发现，那里有功能这么齐全，然后可是有好多工具跟它功能是相冲的，不然我们干嘛做这些东西？然后那其他工具可能只有 BFD 函数库做的，然后 BFD 其实是来检验 BFD 函数库的正确性。我讲太快了。
然后其实讲完就，然后这参考资料，然后这两本书还蛮有趣的，然后我没有写上这几个名字，然后可以去查一下，我应该会放到网上。对，就哦，这个是那个 Manpage， 这个是一个写把那个 PO 的 MGO 写的还蛮好的一个文章，然后这个是一个金门大学的老师的 blog， 然后我用那图片，所以就放进来。对，谢谢大家。就是关于还有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因为我刚刚讲到我讲太快了，然后有些细节可能没讲到。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兴趣上，下次可能要做一些黑黑的事情，所以会想要研究这个一个 N 格式。是你用什么样的 incentive， 什么样的动机让你去研究它的这样？没有，就是想做。我本来以为 compiler 分出一个 apply code 之后就可以跑，但发现不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只好来研究一下这个。所以就是等于想，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会看用什么哦，我可能用浏览器。输入完 enter 之后，中间经过哪些过程？然后你发现从程式编译之后到执行之后的过程，你觉得 missing link 就是 EOF 这一段，所以才去研究这样。啊，对对，基本是这样。问一下，你自己目前开发，你都是在 Java 平台，还是你自己有用 Post Compile 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开发？还有什么 Java 六测试？其实都在 Java 六上。那你有用过其他那个 Loop by Utility 吗？像什么 Apple DC Dump 啊？有，都有用过，有些也有自己做过。不过其实没有什么好那个 demo， 因为其实就只把那些用资料都出来。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GOT 的部分，它主要就是台电。那应该说 GOT 这件事情，它是存在城市，还是说你执行的时候被 allocate 出来的？它本来就有这个空间。那所以说你的 GOT 台阶你是去带你的资料执行时期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档案。我其实对资料没有很熟啊，可能就讲出可能有来就是可能用那种超stack overflow 的方式然后去改高它吧。如果说到静态理解，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变得我说我们应该会去检验的，就是用去一个系来分，说那应该都是动态理解，那个静态理解变得我们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想说你变得，他会把变得的弹性直接塞入你的那个 OpenG 系有这个选项 ，OK 直接用变相，哦，都检查下题了，连我抱歉都写了，就是你下的时候就检 STATIC。哦，我懂，我要奇怪，我边走每次都是时间，他是一个边玩那个执行档变超级快，因为他每个白说的扣都塞在那里。哦，了解，真的会超会打，会超级大。哦，我就试一下。好，谢谢，对，节目就过去。抱歉，我没有想到想那么快。